嗨，如果你看过上一个视频呢，这个视频呢就是和大家分享我这一周吃的所有东西的具体做法是什么。因为21天那个视频的时候只和大家分享了一些食物图，就有很多小伙伴问我到底怎么做，有没有食谱之类的，所以说我就吸取了经验。当然我还是一个做菜的新手，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如果你有很好的建议记得留言给我，我都会去看。谢谢大家支持，每个人需要根据自己不同的身体情况去制定一个属于自己的健身和饮食计划，所以说这个视频只作为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给大家一些灵感。现在就来看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是一小，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吧。